黄昏时分，潮水退去，大片的滩涂裸露出来，披着金色的阳光。大灯岛边缘的这片小小水域成为了鸟儿们的天堂。小个子的环景恒在水中梳理着自己的羽毛，大个子的中勺玉用弯弯的喙翻食着滩涂下的贝壳，不时还驱赶着闯入自己地盘的其他鸟类。而长腿的黑腹冰玉则不停地在奔走，似乎在享受着这片新的领域。在这片面积不大的滩涂上，聚集了近300多只恒玉类鸟儿。这些美丽的翅膀来自北方的寒冷地带，最远的来自于接近北极的西伯利亚。相比之下，立冬时节的厦门依然维持着温暖潮湿的气候。大面积的滩涂、旷野和林地成就了候鸟越冬的中转站。恒玉类它比较小，那小的话它就不能够停留在这个水面上，它不会游泳，所以说涨潮的时候它就必须找一个在海边找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地方，有点水了，它可以在上面洗洗澡啦，然后也社交跟它休息场所吧，它找到这么一个地方。它退潮的时候，等它慢慢退潮的话，它再慢慢往到滩涂里面去觅食。厦门地处候鸟东亚澳大利亚迁徙路线的中间位置，每年10月底就会陆续有冬候鸟来到厦门越冬，直到第二年4月天气逐渐转暖，它们才会陆续回到北方。根据厦门观鸟协会的记录，厦门常见鸟类共有350多种，其中有一半左右是候鸟，不过以夏候鸟为主，冬候鸟只有30多种。除了恒玉类、鹭科鸟类外，还有一部分像是大白鹭、苍鹭、草鹭，只有在冬季才会出现。根据统计，全国鹭科鸟类共有22种，厦门就生活着17种，鹭岛可谓实至名归。近年来，厦门每年的鹭科鸟类数量多达3万只。参照国际标准，厦门海域潮间带及围海澄湖的湖面生境是中国乃至国际上有关鹭科鸟类的重要湿地。这些鹭岛的主人一直都与其他水鸟和谐共生。每到入冬，大批候鸟迁徙到厦门沿海过冬，给我们这座城市增添了不少生机与活力。而随着观鸟爱好者的逐渐增多，近几年我市就记录到了不少珍稀鸟类的出现。每一年都有发现一些新的鸟种，而且以前没有记录到的，像特别像比如说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扫水蚁，扫水蚁每年在厦门都有被发现，但是就数量极少，一般就是一只两只，那被发现的次数也是一次两次。还有就尖锐鹈鹕啊，那个也是当时在厦大上空有拍到。每当这些珍稀鸟类的出现，就会吸引不少观鸟爱好者，他们拿起相机专程赶到鸟类栖息地，记录这些难得一见的飞鱼。当然，如果市民朋友们对鸟类感兴趣，他们也有不少好的建议。比较推荐像云南书院那边，然后还有五缘湾湿地公园，然后还有那个南湖公园，以及那个我看一下还有中仑公园这边。对，那这边的话看的鸟种会不一样，像有一些是看一些就是林鸟的，有些是看一些涉禽或者一些水禽。记者王玉坤、高志强，见习记者胡兰兰报道。